位，恭喜莅临台中。今天我们要来拍摄 A Game 的第四集，这是我们特别嘉宾韩倩鼓掌。可以看起来开心一点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对于这些地堡垒我很紧张，食物的那种我不行。我保护你啊！我心脏会飙起。我保护你。我刚刚先吞了三个清心丸。然后直接睡觉吧。不好说，都不要聊了。晚上十一点，我们刚到台中，现在准备前往力宝乐园，到底会不会让他们直接睡觉呢？会不会力宝乐园特地为我们的家开夜间的呢？都断轨，特别这边回台北的车，他来了我就会找。会不会有断轨星光票呢？滚啦！我们前面几集你有专心看吗？我很认真的看了一次又一次又一次，心里是跳了一次又一次，太恐怖了这个 game。有做什么事前准备吗？他明天要多吃个好几。我希望你明天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加油！对。之后，这个好评如潮，重量级，重量级，让我们来欢迎 Break 虎辣客出场。他自己想好他自己的出场，他在家里拟很久，对吗？对啊，你想了三天三夜。三天三夜。这一集就是会带来力宝乐园拍摄，然后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姑丈一起参加，真的是辛苦你了。鬼 OK 吗？我惊啊！你一定要每一句话都配一个动作吗？不是，你明天的泳裤是紧身的还是三角的？他平常去游泳池都穿三角的，可是我这一次有跟他说，因为会有一些滑水道什么三角的，容易漏蛋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买四角的吗？那我也再打一个运动裤，那我就放心了，算到我。也是一场硬仗，所以在硬仗开始之前，首先我们还是要先感谢一下我们这一集的干爹。首先是提供我们场地的力宝乐园，以及我们今天会入住的力宝赛车主题旅店。哇，背了熟了，背好久，背好久。那第二个要感谢的干爹，就是我们明天会在游戏当中置入的流行惊人除臭袜 Fooder。漫威正版授权的设计款，它的设计款不只有大人看，还有小孩的，而且它兼具了抑菌、除臭、机能袜的功能。对，而且还有透气，还有透气。透气袜子很重要，没错。对，但我觉得它重点是它好看又潮，因为它这次是跟漫威一起合作。哇！正版授权，你们有喜欢自己的漫威的角色吗？我要钢铁人。你要钢铁人？啊，我也想要钢铁人。蜘蛛侠。蜘蛛侠。蜘蛛侠。蜘蛛人为什么蜘蛛侠？请你们各自抽出一双属于自己的 footer， 但是呢，你们的每一双袜子都有一个超能力。所以我会变成六根丝吗？蜘蛛人会怎么样？所以你们等一下抽的时候要好好抽。但是你们的超能力会在明天才公布给你们，所以你们只是会先知道你们是属于漫威的哪个角色。好，那我们来进行抽袜子。现在 footer 袜已经在我手上了。我们会进行男生跟女生分开抽，因为男生的功能跟女生功能还是有点不太一样。OK， 所以我们分开抽，谁要第一个来？我。OK， 来。我想要买个对。恭喜你抽到的是。美国队长强的啦，下一位，恭喜你抽到的是雷神索尔。这有小小的，这个电，这个有电哦，对，你点来电一下，电一下，小闪电，谢谢。好，那你就没有得抽啦。对啊，这个黑寡妇。我有看一下它的设计，真的蛮好看的，因为它的颜色配的超可爱的。好的，所以女生的角色已经确定，让我们进行男生的抽袜子。肚子痛抽到的角色是，这个是什么？蜘蛛人。
有了吗？普朗克。噔噔噔。史塔克。曼尼曼帕尔。史塔克好适合你哦。我真是受够你每一集都在动作。真的吗？我想刚才口水了。哎，很棒。低调奢华。低调。就你，就是你。在你们烧。哎，大家注意，鼓掌立礼。鼓掌，领子立起来，偷偷立领，而且晚上墨镜是什么意思？都睡了。造型你懂不懂？造型。弟弟的角色是死侍。哇，可以，就是皮划。所以你们队长记得明天要选我。哦，先不要我。剩下就是等我明天宣布你们的袜子到底代表的超能力是什么。好，那今天时间也晚了，我就先放你们去休息。好，明天会是一场硬仗。几点起床？七点集合。现在时间是晚上12:30。好，那我们早点洗洗睡觉好吗？不要等一下就躺在床上看黑豹。可以，好，那我们就去休息吧。晚安。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放他们回去，他们一定放松的准备，就是有的人去洗澡，然后有的人躺着，他们已经完全没有想到，就是从现在就要开始这么紧绷。等一下他们进来的脸，我真的不敢想象，我会被杀死。好了，我要传喽 ，Go！ 现在已读一，已读一，只有已读一耶，而且该不会已读一的那个人不跟大家讲吧？到目前为止都还已读一耶。1 2 3 4，欢迎光临！欢迎光临！等下，你们现在的状态是一个刚洗完澡吗？对，我准备要去洗。好，你看我们没有穿鞋。我穿了穿鞋，不穿了。我一出来，我知道消防，我跟我跑，然后我就跟着跑。不对，你现在是没穿内衣吗？你说我回另外一间房，完全没听到。我跟工作人员说，所以我穿内衣吗？他说，不用穿。已读三了。就我啊，我们家啊，所以我要叫他们，对不对？他们现在是会不会都不知道？然后我们要3点，吓到了吗？所以现在要干嘛啦？你可以先坐好，先来坐好。不是，我现在我们先来坐好。演员呢？你们现在四位到了，等一下就会有奖励。那你们坐看其他四位的笑话。快点，他们请坐。队服啊！不要队服，请所有们。不，没有没有没有队服，快点快点。1012集合，真的在七楼啊。白痴哦！什么？上去了，我要上去了。你刚刚在干嘛？什么意思？我在洗澡。我在洗澡。厕所。我真的。刚才。对。都大片大肉。我擦一擦就剪掉。对，我擦一擦就 OK 了，但还要剪掉。快一点。左转，左转，左转。到底有什么毛病？谢谢。欢迎光临。是谁啊？有一个还在洗澡，对，然后一个在打便，在厕所，一个在大便，大便。谁洗澡？谁洗到一半？我，那我衣服是湿的，然后一个屁股还没有擦干净。那请坐。现在时间是1:30，恭喜各位又跟我们处在同一个房间里了没有？好累哦，好烦。现在呢，这边素颜的素颜，然后没穿内衣的没穿内衣，穿睡衣的穿睡衣，然后这边则是有这个，还有一块石留在那里。不是太突然了，不知道刚在上大号。对对对，毛上面都是泡泡的啦，洗澡都冲干净的啦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进行分队。这么快？现在就要进行分队。
所以等一下的关卡就是我们现在有同一个在 LINE 群组里面，对吧？对。怎样拿出你们的手机，等一下我会在群组里面分别问你们12道题目。好，是哦。好。第一名传出答案的人可以获得3分，第二名传出答案可以获得2分，第三名传出答案的获得1分，不限形式，你们要去 Google 查答案也可以，看你们怎么说出答案都可以，但是唯一的禁忌就是不能复制别人的答案，所以你们的手机都有录影哦，我们到时候事后都会检查哦。好，那个有的没的的，那个网页要记得先删掉哦，不然会录进去哦。他那个破的先删哦。那叫人自己要删哦。自己要删。等一下积分1到4名会是明天的黄队，积分5到8名会是明天的白队。那刚刚呢，最先来到的前四位直接先有1分。耶！也就是我们这边的4位已经记得1分了。好 ，OK 哈。相同的，等一下积分最后的4位会有小惩罚。不要以为你们就只是没答出来，我顶多白队黄队会有惩罚的，懂了吗？我要开始第一题哦。等一下，我先。第一题送出，请打出以下的字。我自己知道答案就看蛮简单，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样看会是怎么样。我觉得是对鼓掌来说非常难呢。你们真的这样对鼓掌很残忍。我就哎，我只知道第一句，第二句开始。好，老吴传第一个 ，Let's play a game， 拍到 EP 4了。哎，不对。啊，有。对，这次的达成发布错了，妹妹的错了，我的嘞。我大混，你的二错了。Let's play 室友错了。这样嘞 ，Let's play a game 来拍到，好难啊！我错了，然后你啊我嘞，我嘞，我那种小细节很难。老吴第一名，老吴第一名获得3分，你们就照着老吴打，快点照着老吴打。不行，妹妹又有2分。不是我的手到现在都还是抖的。对，好抖，好抖。室友第3名，恭喜！这次的答案是 Let's play a game 拍到一比四了。这次的大惩罚不会痛，不会耳，但会很脏哦。知道自己错在哪个小细节了吧？好小，鼓掌还在吗？怎么没有那么沉醉？沉醉在我鼓掌是用手写的。对，同时我已经出第二题了，他们继续聊没关系啊。这题很简单 ，elephant 3，鼓掌还在打上一题。对。哦，好，妹妹3分。肚子2分，虫虫我啦，哦，好弟弟，好紧张，我一定要我害了，冷冷冷，少算一话，冷冷冷，不好意思，我讲错。第二题，妹妹3分，肚子2分，弟弟1分，很紧张哦，好烦哦，还有12题，不要跟我聊天，不要跟我聊天，好紧张，好舒服啊，我零分呢，跳超快的。请传出你呢 ，FB 的封面相片可以截图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现在的荧幕我就知道谁要按零零零零 FB 的赞，我就一个一个揪出来啊！我出这题就是要揪出你。妹妹3分，弟弟2分，老吴1分。哎，我的网络超慢，出这题不会，是太为难了。第四题，各位袜子上的超级英雄在漫威系列中有哪几位是有飞行能力的？请拍下袜子的图样作答。谁都会飞。那个索尔，不要背对镜头，不要背对镜头，不是，我是见过，大家见过。哎，不行，我这个手机好烂哦，找不到。还有谁？索尔跟钢铁人。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好了，我来。哎，我也要。坐回去，我们来看一下谁先。虫虫传这张照片，我也看不懂，因为他自己跑掉的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一题老吴3分，小冯2分。哦，完蛋了！我看下一个，我完蛋了！鼓掌，我们同队，没事。你本来虫虫啊？好，那你1分，我有1分，你有1分，对。大家聊的同时，我出下一个。雄性和雌性的蚊子最长寿命分别是多少？分别吗？截图可以吗？不行，要打出答案。现在还没有人有答案，好紧张！我看不完，我都觉得好紧张哦。雌蚊一般可活1到2个月，没有，你没有答完全啊。真性1到2个月，真性是谁？哪一位？我回答完了。哎，我也回答完了。看到吗？小粉红得1分。他是不是找同一篇新闻？我回答的很标准哎。弟弟2分。啊，我第3名。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哦，我真的好。妹妹1分。下一题，我觉得这题目真的对鼓掌太过分。你不知道 emoji 是什么吗？就是贴图。
对，黑人、黑发、黑胡子的科学家，做三温暖包合金的女生啊，不就是你吗？对啊，我可以拍我自己吗？你可以自拍，我让你过。跟在打摔跤的两个人，请找出这三个的 emoji。哪里有在打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还有第四个，什么是阿拉丁的神？完全找不到，我拒绝。我也想。可是黑人黑发黑胡子在哪里？就是。emoji 到底在哪里？结束了，这集结束了。妹妹三分，老吴两分，弟弟一分。下一题。我找到 emoji 了。哎，下一题。耶！总三分。耶！不要停在有麦，有麦。啊！宕机。我要挂掉了，大家，我要挂掉这一通了。耶！哎呦，是有一分，没了。不了，不是不了，我知道一直喊当机，结束了。我跑到我家的群组，吓到。结束了，我心脏在跳，我你要先打。我要打吗？不用了，不用打给我了。现在已经有七题了，我们还剩下最后五题。大家一起深呼吸。可以打给你说想你。不可能，他会这样讲，大家深呼吸的时候传出去。他会讲说，请选出与福特流行机能除臭袜有相关的人物。提醒你们有三个有相关的，对不对？三分，很爽吧？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答对是哪一个啊？虫虫两分，小宝一分，四一二四，我真的好紧张哦。好了。这里的答案是第一个黄立忠，他是老板。对，第二个黄登辉，他是除臭袜的年度代言人。第三个 Kevin 老师，他是足膜的代言人。哦，好吗？现在我直接把我手机丢掉。我的手机壳是什么图案？是怎样啊？妮妮浓妆镜子 Jasper 我弟弟三分，为什么？好懵啊！为什么？只讲镜子不行啊？可是我讲镜子，妮妮浓浓哎，你讲 Minion， 我打错了，烦死了，好累哦。他写镜子 Minion， 这一题三分的是弟弟，两分的是妹妹，一分的是虫虫。我自己个人就是习惯用这种有镜子的很棒，快点出题。对啊，再加上我加上这个我们妮妮浓浓的，好啦好啦。好好玩的，我好喜欢这个游戏哦。下一题也会很激动哦。我先说起来。会不会是虫虫内裤什么颜色？请问这个房间内有多少盏开着的灯？妹妹三分，虫虫两分，老吴一分，谢谢。谢谢。答案是11盏。对呀。下一题继续。安卡拉是哪一个的首都？请用 emoji 作答，不要这样 emoji。我要回去教我 emoji。故障永远都打不对。虫虫三分，小猛两分，老吴一分。答案是土耳其。我找不到土耳其啊！你打土耳其就会有了。Turkey。最后一题吧。这个。请问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跟台北车站的距离是多少？我们现在在台中的力宝乐园。答案是 OK， 正确的答案是116公里。最后一题得分是小猛三分，老吴两分，弟弟一分。哎，好累哦！你没有发现老吴每一题都拿到分？对，对，他每一题都用猜的。你都跟谁聊天？对，都跟谁聊天？聊天啊！好的，现在所有人的分数就在我的手上了。我先来宣布第一名，妹妹。啊！谢谢大家。就是我们的鼓掌，实至名归。但是怎么样？至少他学到了什么是 emoji。对，我还是赚到。还有 emoji 在哪里？对，活到老学到老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宣布第三名。第三名有三位同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直接猜拳。第三名同分数的都是12分的，有弟弟、小粉红跟虫虫。好紧张哦！猜拳，请出来猜拳吧。现在已经确定老吴跟妹妹是黄队，然后姑丈肚子痛跟室友是白队。林木娘。剪刀石头布。啊！
跟妹妹分开了。哎，兔子，对，直接摩西分海好不好？我的心那真的是。现在我们就进行刚刚的小惩罚，请输家四位出来。耶！现在我们先请制作组上惩罚的道具，有变的那个皮鞭，又有，还有这个又来。那我跟你们说怎么接受惩罚。第五名的呢，就是会被这个打你的肚子；第六名的呢，就是会被用这个打你的肚子，以及用这个橡皮擦脸；第七名的，就是会用打你的肚子夹脸之外，再用这个橡皮弹手掌。弹手掌。对。第八名的，就是全部都会享用。全部。吃全餐。全餐。好。现在你知道。你公主的重要。对。都这样，整个脸都僵掉了，你看不出来。我在强颜欢笑，你看不出来。不用动作了，没有心思。第一位出场来了，肚子肚子，你那个脸就打你脸，好恶心。你看一下我的脸，来了来了，你不要再拉下了，我不想看。一、二、哦啊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有舒服吗？你打。下巴够尖，真的会痛吗？这个惩罚真的是为了你而量身定做。好痛！好痛！好痛！鼻孔，我跟你讲，然后故障笑不出来，真的。一、二、三，拍拍拍，怎样？没感觉。又很怕被电，他真的好萌哦！我觉得你们很好，而且又傻。猪队，臭的猪队。一二三，戏剧效果，靠他自己的 tempo。对对对，谢谢。现在大家真的可以正式的回去睡觉了，跟大家说晚安，大晚安。拜拜。现在我们已经套上足膜了，因为你明天会走很多路，所以我先让你保养一下。谢谢你的单，你的单，你的单，大德，谢谢。在套上之后呢，我跟你讲几个这个足膜的重点，就是它每一双呢都富含有36ml专柜等级的精华液。真的，我刚刚一下去的时候就哇，我就想没有抹过这么多精华液耶。对，而且它是韩国最夯的积雪草精华，它可以修复跟平滑紧致肌肤。那等一下甚至可以来抹脸？不行啦，它就是专门给脚用的。然后第三点就是它可以有效的提亮你脚底的肌肤，而且可以让你保湿抗皱跟强化你脚的弹性。不是，你的脚有需要用到这么好吗？是啊，我的脚要撑起我这个 body。大家都说你的腿很美，我觉得你的脚底也需要去美容一下。可以齁，谢谢休息一下，明天就是一场硬仗，就让你的脚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晚安，拜拜，大家早安。现在早上是时间，不是，现在这个时间是早上的6点，我们昨天凌晨3点睡，6点要起床。我们现在睡的这间是他们最高楼层的双人房，然后它整间的设计都是以运动啊、赛车为主题去设计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去帮我把这个打开。对，我今天晚上这边很酷，超级酷的。因为我之前有看过报道，我知道这个地方。哦，是啊。一二三，哇，好美啊！天啊，哎，超级美！它马上，它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赛车车道，哎。然后你看那边太阳才刚升起，哇！这窗户很厉害，你可以看到整个赛道。哦，我们今天要成为队友了，我们好好加油，好不好？在你们吃早餐的同时，我直接先跟你们宣布今天的规则以及你们各自的超能力。哦，此事的功能是干化攻击。哎，这么适合你哦！你就是最烂的那个。你这功能很烂。不会，它可
以挑选敌对的一位队员，在某一关的某一局内戴上碳化耳机干扰听觉。哦，所以就是有一关，所以那他耳机听觉的，那他耳机是放我讲的干话吗？没有，就是音乐，或者是你等一下要录，我想说我先录起来，然后全部都是脏话，或者是你一直尖叫。雷神说了是不是？好了。你可以向敌对的其中一位队员使出脸部电击按摩相关招式。好恐怖！不是那个棒子吗？不是，它是脸部电击按摩。抽搐的那种。如果我选虫虫，它整个会溃烂。医学奇迹。美国队长的功能是，你可以要求敌队五分钟内只能用英文对话。Oh my god！钢铁人是你从奇异博士那边偷了时间的零食，我觉得你的能力可以是最好的。好像很强哎。那时间的零食可以干嘛？在某一关的某一局，时光倒流。哦。他们输了，重点是如果敌对是赢的，你可以要求他们那一关。哎，赢了啦！直接赢，哇，好有自信哦，你各位。跟你讲，因为我们这一组的人都很怕游乐设施，跑进前排。我可以在玩水的时候垫吗？不行哦，对。我忘了说。对，直接电击的浴水就不能使用，因为这个还是有关乎生命安全。你们不是真的那些超人，好吗？你准备好有必要？小老师会全裸的，我们已经讲好了。那我们要怎样，我们才能说我要使用超能力？有吗？你就大喊，你就大喊，好，你就大喊你的角色。因为有一个手势很俗，你随便你。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超能力是干嘛的。不知道，我们总共会有六大关卡，每一关只能派出一位队员使用，不能说哦在同一关四个人都用完，不行啊！你们要怎么讨论随便你们。那我要先去隔壁了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去旁边听。排队的队员们早安。早。现在呢，就是我要宣布你们各自的超能力的时间。我希望你可以把音量放小，对，想到尽可能是秘密的状态。你们刚刚有听到他们的吗？完全没听到。我刚刚完全没听到。没有，我们真的没听到。所以我们希望你也不是他们两个已经，他很诚实了。肚子痛永远是最诚实的。我们都大概史塔克是不是？你超级有钱，你可以用1000块收买主持人，得到一个超大的提示。没问题。这一次的游戏关卡除了刺激以外，它还结合了非常多智力的部分。智力的部分，所以我觉得你的应该很重要。你还记得我们这一队最有智力的是谁吗？我们上次那个室友，说不定连这个都不用用，我们就大家都很有自信。大家都有自信，睡觉起来大家都有自信。蜘蛛人是不是？你可以向一名敌对的队员眼睛喷死，也就是说，好瘦了。他会为什么？警卫。警卫，你可以使他失去视觉3分钟。黑豹，你是高科技的分身术，会有两位工作人员帮着你一起过关。天哪，那我不就分身乏术？好烂，好烂的梗，难怪你实力单身，我真的受不了。哎，我实力坚强，不好意思。黑豹是怎么强？我怎么到？不知道，忘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要加入我们？我要拿东西。你是什么？啊，你是什么？你的功能是什么？我的功能哦。你的角色是什么？让你们输。怎么跟我们一样？好讨厌你的脸，怎么那么讨厌？黑寡妇就是可以在那一局跟关主调换身份，由关主代操。我完蛋了！我现在才想到我完蛋了。他一定给我最可怕的那一关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进行游戏喽。OK， 可以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们三人就位在马拉湾，看看我们后面这些可爱的设施们。想大便啊，紧张到不行啊，我真的笑不出来。他们原本很吵哦，这一关没蛮紧，你们讲话。一走到这边，全场安静。在开始第一关之前，我要先跟你们讲今天的规则，怎么判断输赢。今天我们最后是用梭哈的方式，玩过梭哈吗？没有，不想玩。不知道，他的经验一点。每一关赢的那一队可以抽2到3张牌 ，OK？ 输的那一队只能抽1张牌，总共会有6关。剩下你们所收集来的牌，在最后你们要拼出一个以说哈的方式最大的比数。哦，所以有可能我也会输。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有可能。所以要抽的，要抽的。我也更好
Tiki 呀、啊？哎、欸、，Tiki 其实同花顺呐、啊，其实跟大老二差不多，只是多了一个同花、欸。我有问题，是不是梭哈吧？这个游戏叫二十一点吧？这游戏叫梭哈啊？对，二十一点就会爆炸，对不对？二十一点啊，就爆了，冲上了，算了，你太紧张了，你太紧张了，没事。我真的不玩这些赌博的东西。放屁！我去大便了，我去大便。OK 好，所以也就是说，赢越多，你的牌就会越多，越多你的组合就越多，你的组合就会越多，懂吗？好，可以好，今天的这个胜负都懂哦、嗯。我们在乎。好了，那第一关我们就是玩巫师飞艇，也就是我们身后现在的游乐设施。这一关就是你们派出两位队员去乘坐，在下去之前，我会在下面用大声公念出一道题目，然后你们就冲下去之后，在这个飞毯停止前，你们要其中一位队员给我答案。那如果没有嘞？如果没有，你们就没有得到分数啊！我再继续做，所以不用再重复做一次。你们可以再换另外两个人做。啊，你们答题那个要大声哦，不然我听不到。题目要念清楚。对啊。好，我题目会念清楚。所以你们现在可以先猜拳，看谁先谁后，请派出一位队员出来猜拳，输的先哦。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，石头布。好，等下就由黄队先进行这个关卡 ，Go！ 大家还好吗？大家快发疯了！快发疯了！对，第一关就这样。哇塞，早餐可能会不见哦。大家记得我们以前有玩过吗？大姐死不上去，她很生气。她干嘛生气？她说：“哎，你看旁边的朋友，我不在乎，不行哦，我忐忑。”玩那个什么？不是有二选一可以选择吗？我宁愿吃蟑螂，我不要玩这个。活的蟑螂吗？你想让我中毒啊？上面都听得到吗？哎，黄队现在完全不理我，他们紧张到他们失去了听觉。黄队听得到吗？可以，黄队准备，老吴弟弟请上魔艇。我先跟你们说，从下去到停止大概是15秒的时间。会不会15秒还在哭啊？好替他们紧张哦。可以了吗？可以。好，黄队第一题，请说出四位男性百万 YouTuber， 出发。不知道有谁，你们整个脑袋一片空白，是不是？好，下来下来，九妹啊，阿弟啊，刘佩啊，三元啊，低酱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多啊！哎，我跟我现在全身都在抖。你们等一下，可能还有第二 round， 先去准备。可恶！怎么了？怎么了啦？好。这种会很烦，这种题目都会一下去都会忘光，根本就没办法思考，整人游戏。你们很变态哎！哎，我没想到他们答不出来，这题算是送分题哎。我随便想，脑里都跑了好多个。但我觉得他们下去的那瞬间，尤其是我弟，他应该很想死，所以他脑子应该是完全无法思考。排队预备，请说出四位女性的百万 YouTuber 出发。那什么？百万 YouTuber。弟妹，弟妹，谁？还有什么？呜！谁？还有谁？你最喜欢的？陈晨阳。还有谁啊？你最喜欢的？白雪公主。白雪公主最后一个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还有。节奏没有。节奏这些也没有得分。好可怕！太难了吧？还有谁啊？很多。百万的鱼竿，可是我心里 YouTube 最棒就只有你啊！你不要再撩了，你撩关主扣分，别人撩加分，但你撩扣分，你不要这样子玩我。哎，小粉红要哭了啦！小粉红，小粉红真的犯累，第一次看到你这样，应该是真的有点恐怖，我连我坐这边都觉得有点恐怖了。他眼睛真的是，来，怎么办？我们加油！我们加油！才第一关就把它搞出哎，小粉红崩溃了！我在下面已经听到那个小粉红崩溃了，我蛮期待的，就是让他爆哭，我就是想要看他爆哭。我跟你哎，他都不恐怖的在前面啊，你要不要坐前面？好，那他坐前面。我们来带啊，我们来。我没有办法
我尽量，我连那个怎么办？我跟你说，你下去之后，你就一直眼睛闭着，你不要看，然后手抓紧。左右边。跟你说，你们等一下下去，没念出来没关系，你们只要下去就好了。哇，是小粉红，是小粉红，好期待。加油！哎，他的手抖成这样，脚抖成。你不知道，哎，你没事吧？你最好给我加薪哦。不想知道。我好像说得出来，是第一支是几月几号？真的假的？好像是5月1号还是6月1号？5月。5月，好像是5月1号。封你为忠实 A 的粉，很棒。答对了，他们答对了，终于答对了。好喜欢看他们这样哦。大家都觉得当观众很爽，可是其实我个人是不怕这些的。如果玩的话，我也是 OK， 我没有因为逃避责任所以不玩。目前花。1-0，请白队继续加油。好了，惊！白队真的拍出来是鼓掌跟肚子痛，进入题目喽。好，题目来喽。请说出台湾5个离岛出发。等一下，来，你上。海军陆战队的驻地。天哪，好帅哦！天哪，你当海军陆战队终于有用了。感谢台湾的国军。目前黄队跟白队的比数是1-1，这一题将会是决战题。决战题喽！决战题喽！如果这一题还是两队平手，将会有加码赛题。等一下玩战队，我这个就不会紧张了。干话！现在黄队要使出十字的动力，就会有一个人听不到题目，还蛮聪明的。黄队在这边使用这个技能。等一下，他们两个，好像彤彤吧？不能对面靠你哦。你看啊！哎，要下去要跟我说。倒数好不好？开始。如果这一题白队答不对，那白队就输了。好，题目是用台语说出5种昆虫，请出发。我觉得我们超能力真的用错人，因为哭战超强的，他就是老人。我跟你讲，邓卡超强，对，你们应该要用在哭战的，因为虫虫是英文很好。老总在讲，好不好？这一件事是没错，但是我觉得是蛮酷的，是他的特色。请用台语说出5种昆虫，开始。小啊，开始。哎，喂啊，这你们是？对，我不要。目前的状况是白队跟黄队还是二比。
比二平手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决定加码赛。黄队加码赛第一题，请说出五位外国人男歌手出发。Yes. Justin Bieber, Justin Timberland. 然后我刚才说什么？西城男孩。西城。西城男孩是乐团吧？对啊。他是男歌手啊。来，再讲一次你们刚刚讲的答案。Justin Bieber, Justin Timberland, 然后还有 Nelly, 还有 Kanye West。啊，你讲。我讲。Maroon 5, 西城男孩。所以你讲的三个都是团体嘛？那我刚刚的题目是什么？我不需要你。你现在在challenge我吗？你现在在challenge我吗？我刚讲的题目是外国男歌手嘛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说团体？来，这边宣布黄队刚刚失败。加油！白队，你们这一队过了就赢了。白队，请说出五个马来西亚的歌手出发。林嘉威。什么？林俊杰。林俊杰不是。蔡健雅过。所以是过。还有两个。妹妹粉呢、啊？哦，自己注意哦。没关系，他输了，理解他，我理解。好，来这关巫师妹，请恭喜黄队获胜，进行下一关。下一关，恭喜黄队在最后的加码赛获胜。耶！现在你们可以进行抽牌，这一关赢的那一队抽两张，输的那一队抽一张，进行抽牌，不要让敌队看到哦，这是你们最后的王牌。OK， 你们抽一张，我们 Lucky Star。在一开始我们就叫同花顺，爱情就这一张啊，你们毁了。看完了，看完了吗？看完了。那我们下一关前进 ，Go！ 抽完之后没这么可怕吧？好像还好，但是我怕第一关是最轻松的。我跟你讲，人呐、啊，人的恐惧就是来自于未知而已。是来自于你这个游戏。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真的哭哎、欸。我什么都不怕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我只，我刚刚讲什么？我讲不记得。谁的勇吗？谁的？谁的？我摸你的头。天哪，好青春，大家好青春。冲冲冲，往大海啸里面冲，加加。游戏规则，这一关就是我会出题目，比如说请唱出有水果的歌，你们两队就轮流接，接不下去的那一队就淘汰一位，直到每一队被淘汰光。好 ，OK， 所以在你们答题的过程中，大海啸会一浪一浪的席卷而来，同时我也会被打死。终于有你的事了，对，终于有我的事了。游戏规则都了解好，你说，如果我中途可以使用特异功能吗？可以。哎，那个会电。有电的不行，有电的不行。好兴奋！其实关主也会紧张呢。关主是正面迎接这些海浪的视角。猜拳决定哪一队先打，剪刀石头布。
Yes！ 黄队先打。那我帮我问一下，淘汰的话是随便指定一个人淘汰吗？对，但一样要待在旁边。不能淘汰，不能。题目第一题，请唱出有动物的歌曲。我有一只小猫，我什么也不行。白队。停下，停下，现在就可以，现在就可以。黄队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。白队。我牵着我的妞儿，我牵着我的妞儿，黄队。把大象装进冰箱。可以过。斑马，斑马。我是一只小小牛。过。我是火鸟。来，大家来火鸟。对。公斤级小鸟叫。它要出来了。好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。过。鱼儿水中游。过。同一时间，同一时间，你又是那一脚喵喵？它只有喵喵，它没有动物。我是猫咪的它。可以过。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？老虎，老鼠，傻傻分不清楚。过。蟑螂，蟑螂。什么蟑螂？什么？我第一题先让你们熟悉一下。请唱出有植物的歌，排队。植物。椰子是不会飞上的翅膀。可以。我纯白的茉莉花。哇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。哇。是真花。你们心中是谁呀？哇。茉莉花。我第一个浪就吃了一大口水。现在目前的比数，黄队两分，白队零分，请说出有食物的歌。黄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三、小苹果，小苹果，白队输。发烧，爆米花的味道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你完蛋了。目前的比数，黄队三分，白队零分。还没有输，还没有输。要来了，请唱出有爱的歌。白队，爱情三十六计，爱你不是两三天。一，二，我爱的人，我爱的人。怎么走？哦，你的假音转的好。下一个。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，随时都要一起。下一个。L V E L V E， 这什么歌？我的只是真心。好过。我爱爱上现在的我，爱爱上现在的我，笨了。嗨，其实你没有那么爱他。爱爱有一天分开时候。哇，好好听哦。哇，十九。哎，我想不到你们要加油，什么还有什么？六，哎呦哎呦，五，哎呦四，三，哎五 A， 二，哎五 A， 一，零，白队完胜。目前3-1，大加油来了！我的天哪，这很棒。我刚刚一直被踹，到底谁踹我？我看那种。韩总也在玩这种游戏，我都觉得我在屏幕前哦打超快，妈的真的好难哦。然后还骂屏幕的，我说还是我想不出来。哎，你来玩，你来玩，你真的来玩。下个，你下个。好，黄皮笑。来了，谁来了？我要出题了。请唱出两句林俊杰的歌。黄队先。两句哦。对，修炼爱情的悲伤。看我们的一分歌。过。我们背对背拥抱。刚刚什么在咆哮？过。悄悄的来过。过。来来来，先来排队。来了来了来了。你很忙，等吗？我陪你洗过。九八七六五四
三、二，那个一。好的好的，我们。恭喜华丽，哇塞！恭喜！你尽力了。没事，林俊杰，我对不起你。真的会脑袋空白，真的真的会脑袋空白，尤其是被唱过这么多次之后，我们已经赢了，那我们可以享受到海啸了吗？可以去玩吧！鼓掌笑一个蝶式，快点，刚刚三、二、哦、二、哦，还老顽童哎，真的好开心哎，有个大游泳池，好就下去。没关系，等下怎么着？我告诉你，周润发都是这样赢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五杯跟同花的机会，加油！两队对一线，满意吗？满意，超满意，超满意，满意耶！好的，那我们马拉湾的关卡就到这边结束。同时，我也要恭喜马拉湾20岁生日快乐！接下来我们往探索世界前进 ，Go！ 笑不出来，真的笑不出来。